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玩的是 Hisview 的新功能产品到影片。简单来讲呢，就是把你想要的东西放进现有的画面里面，就像展示影片里把斧头换成了蛋糕砸到了女生的脸上，让路跑的大叔瞬间跨上电动机车，这种超具体的导演指令 AI 现在完全听得懂，还会自动补阴影，对齐手部动作，做出合乎常理的触碰感，镜头还可以推进。以后你想给你的影片换个角色，加点东西，改道具，或者呢做广告置入，甚至是脑洞改编，现在都超方便了，不浪费大家的时间，一起来测试一下。 OK， 来到 Hisview 可以看到 Draw to Video 这个功能和产品到影片两个功能它是放到一起的，大家理解为都是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放到影片里面，把你要编辑的图片或者影片上传过来。像我的话就把我的这张图上传过来，我的想法就是我想让他拿着面包吃，先看看它支持什么样的模型， Sundance Pro Grow V3 还有 Minimax 的海螺02。那我先用海螺02，后面的都会展示给大家。点一下旁边的设置，你可以生成6秒或者10秒的影片，然后最高的分辨率是 1080p。 后面就是比如说橡皮擦还有矩形框，用这些工具来框选中你想要改变的画面内容。那我想让他吃面包，那我就把面包的图片添加过来。大家看到没，我还加大了难度，我是一筐面包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拿出来吃，那就看他后面的表现了。 OK， 把它缩小一点，下一步就相当于给他加个提示词，点一下文本，让他拿出一片面包然后吃起来。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大家，我们添加的这个图片是需要没有背景的，这样它生成影片的时候才可以更好的融入到画面里面。最后就是生成影片的尺寸，点开呢我们可以自由选择，那一般呢都是按照原始图片的尺寸来，16:9。 OK， 然后直接点击生成，大概一分钟不到呢影片就生成好了，我们播放来看一下。很不错哎，他抱着一篮子的法棍面包，从里面拿出一根，还张开嘴巴吃掉了，看起来就像原本拍好的场景一样。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最开始的第一帧，大家还可以看到我填的提示词，还有感觉一篮子面包被丢进画面里一样。不过要用这个影片的话呢，你可以直接把前面几帧去掉就 OK 了。嘴巴和面包接触的自然度我觉得可以打80分，光影90分吧，整体看起来有一点点小 bug， 但是呢如果你放到社群里面一定会震惊你的朋友你的粉丝。 OK， 再来点难度大一点的，我想制作一个真正的产品广告，同样是点击这里的 Draw to Video，把原本的图片呢点一下，然后这里有个删除，重新上传一张图片。这是一张很普通的照片，一个男人坐在凳子上。我的想法是做一个鞋子的产品广告，让这个男人试穿这个鞋子，然后呢我还想加一个相机运动来拍这个鞋子。点一下这里的文本，把我的想法呢添加过来，把运动鞋放在男人面前的地板上，他伸出双手，自然地把脚伸进运动鞋里面，在地板上呢添加逼真的阴影和鞋子与脚之间的接触，然后呢相机从侧面开始拍摄，慢慢地转到正在穿的运动鞋上。提示词有点长，顺便来测试一下 Hisview 他对提示词的理解。 OK， 这次我们换一个模型，其实我觉得之前海螺02的表现也非常不错，那因为是产品广告嘛，其实也很适合 Google View 3， 因为它会有一个音频，我预想是觉得它会给我这支广告添加背景音乐的。那如果会有旁白根据我的提示词知道我要推荐这款鞋子的话，它会说一些话，那就更好了。但是它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只能生成 720p 的影片，还有固定的时长是8秒。
当我选了 Wilshire 模型之后呢，我这里是需要花150个积分的，但是刚刚的 Minimax 海螺02它是无限免费生成，这个是 Hisfield AI 给付费会员的一个优惠活动了，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做付费会员，然后白嫖这个无限生成。 OK， 换回来然后点击生成。 OK， 影片生成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真的超震惊的，镜头跟随他低头弯腰移到鞋子上，鞋踩在地板上发出了声音，竟然还有手部和鞋子之间的互动，那种小动静的声音也超清楚的，真的弯腰穿上了鞋子了，鞋子跟地板的影子、脚进去的卡点都做得蛮到位，如果拿去做球鞋广告完全可以用。OK， 继续加大难度。这次呢，我要把这只猫猫换成我自己的猫，这相当于换角色了。而且我的这只猫猫呢，很难被我拍到一个站起来的姿势，那我也不确定它能不能替换成功。OK， 填写提示词。如果你是想要替换衣服呀、替换角色或者替换场景等等的一个变化操作呢，你就用 replace 这样的提示词。比如我这里就是这么写的，把猫换成一只白色的毛茸茸的猫，嘴里面呢叼着一条鱼。 OK， 而且可以看到原图里面的猫猫呢是这么大只的，然后我的图片呢也没有把它放得很大，我是想测试一下 Hisfield 对尺寸适配的能力，看看它能不能把我小小的猫猫变成原始猫咪的大小。模型还是选海螺02好了，生成6秒 1080p 的影片。 OK， 点击生成影片，我们可以同时进行下一个任务。我想到了还有一个经常会用到的场景，就是替换场景。比如说这张画面呢，原本是一男一女在擂台上打拳，我的想法呢就是把背后这个场景换成城市广场，让他们在前面这个空地上打拳，给他加上文本提示。刚刚换角色我的提示词用了 replace 替换，那我换场景的话呢，我就用这个句子的样式 change location， 然后呢把地点换成了城市广场，让人们在四处的走动，但是镜头的最前方要留一处空地，他们两个在打拳。 OK， 生成模型这次我还是选择 Google View 3，因为我比较期待它帮我加上场景音。换一只猫猫角色的这个影片它已经生成好了，一起来看一下。我第一眼看起来就有重大萌点，我不是惊讶 AI 帮我换了一只猫咪，而是它把猫咪做成动态的效果很自然，特别是它头部跟耳朵的微动作蛮加分的，嘴巴里的鱼还在垂死挣扎，效果真的是超棒。感觉它把新场景和原本的融合了，创造了一个适配的新场合，并且生成了一些新的元素，比如路人走过的动态很完整，并没有被糊掉。不过 Wilshire 生成的背景音还蛮僵硬的，我换成了海螺02，又生成了一个试试看。观众忽然就站出来了，感觉可能是对这场比赛有点不满意吧。这个结果还是蛮出乎意料的， AI 对角色和场景有他自己的理解，老实说拿来做搞笑短片效果应该也会很炸。 OK， 试用链接呢我就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，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赞订阅，顺手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后续的更新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，再见。